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是叫做新北大都会公园，没错。但是我们今天还不知道要跟我们一起打工的特别来宾是谁，你知道是谁吗？啊，对，我听说我们好像是跟他约在那个地方，我们过去跟他会合一下，看我们这次的生力军到底是谁，就靠他了。Let's go， 走。Yo， my man。今晚住谁家嘛？隔了一年了哈，终于肯来了，终于肯来了，当然，邀了好久，不好意思，本来呢这个节目的时间我们是有一些强碰，对，那既然你们已经移了时段，我就当然是可以来了。哦，齐军主持累了吧？我可以长期待了，可以长期来了是吗？齐军没有多久，哦，没有多久，给年轻人一些机会，好，当然也是我们主持的前辈，没有，我今天怎么会这么有创意的约在？这么风景秀丽的地方，当然，因为呢，这也算是我们新北市三重嘛。是，那请问今晚住谁家呢？我就想带大家来看看我未来的家的一些建案的感觉。居高临下，大都会公园是你的后花园，对，你现在先挑一间，我就想说把它买下来。最近已经有在看房子，然后开始这样说，想得很远。跟你说，其实这有含义，这叫晨光桥。这个桥是按照鹊桥来去打造的。牛郎跟织女的，对，牛郎织女啊，多久相会一次？一年嘛，因为你上次来的是那一年嘛，你那时候下一次再来也是一年，我们下次应该还是在现场哦。一年之后我们再相遇。你这个地点约得很用心，很用心啊。牛郎织女对，约了一年，当然要约一个有意义的地方。可以，还是你平常自己就是约你的织女都来这边约会啊？这也方便啊，因为这里其实也是野餐的好地方，而且尤其最近疫情开始比较舒缓的时候，周末这边都好多亲子来一起运动啊，对啊，反正晃，太棒了！我觉得你这个月的让我一开始这个打工之旅就非常有意义。对，好，那我们这两天一夜呢就。好，靠你加入了，好不好？没问题。一年只能跟他相处一次，我会好好珍惜。我觉得要好好珍惜，因为他平常很忙的。好，那首先我们要，既然三兄弟聚集在一起呢，我们在两天一夜的打工行程，我们会有兄弟之间的友谊赛，友谊赛，弄轮盘。第三名在轮盘上写两个，第二名写一个，然后最赢的不用写。哦，好。最后会有一个终极惩罚。终极惩罚。所以第三名会被选到的机会很高。当然了，你每次都第三名，这上面都是你的名字啊。好，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打画片的游戏，这也是有关于你们的早餐。最后一名的不能吃早餐，还没有，珍惜一下。那你们挑选你们喜欢的，好的，来，然后你们猜拳决定顺序，好，然后赢的就是10万块，赢，然后输的就一巴掌，太大了，真的这么硬吗？一定是那来啦，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好，剪刀石头布，好，我第二，好。然后第一名二三的把几片放在地上，二三千，然后我来选择打，对，看我怎么会打威廉呢？威廉自己兄弟，我是蓝，打红的啦，就是聊蓝的打，没有，我先给威廉，没打中，这两个不容易啊，不容易耶，不容易，很用力嘞。我们累了，那这比打过还累。有，对，好，要打准，对，几乎整片要在上面，呼，有了，有感觉。有，你为什么？太厉害了！
这么紧，他刚刚都在，我刚直接站着，就赶快翻过来就。他们没有弹啊！好，绝杀了，绝杀，绝杀！对，追杀！好。跟敌军对战，还要对战，好，我帮你们，我帮你们，我帮你们当裁判。敌军还有一次机会，没有绝杀，哇，好 ，OK， 恭喜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先去签个名，快点。姜还是老的辣了哈。你想多签也是 OK， 没有没有没有，而且我决定我要分散我的风险。可以，可以的，因为他到时候是转的嘛。对对对对对。好，好。第一名不用嘛，不用。好，威廉现在占二十四分之一，齐军已经有十二分之一的机会了。好，好了，好，还没啦，这要写满。这个是这几天来的，好不好？对，对啊，好不好？还一开始而已。然后这个东西就是送给那个威廉来的礼物，开场礼物，都是可以带在身上。好，好，吃早餐，吃早餐去，吃早餐，走走走走走走。根据那个游戏规则，前两名才可以吃。哦，那就不好意思了，你们就自己先享用啊。这么开心，但是我们要先请教一下那个老板娘。好啊，好啊。哎，老板娘。老板娘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好漂亮哦。老了啦。没有啦。今天你有 set 哦。今天你有 set 哦。有有有。要来呀，我特别要再装扮一下。一定来呀哈！我们想说，我们来到这个三重的传统市场，就老远就已经闻到一个油饭的香味。真的，谢谢。稍微介绍一下这里面有什么料啊？它基本上的料就是香菇啊、虾米，还有一些绞肉。哇，哇，好香哦！卤鱼酱香，真的香。我也只能觉得它香，而且呢，那油饭里面真的是那个油香味。板娘把蛋已经煮很久很久了。板娘，你做这个油饭做多久了？我们这个摊子六十几年了，那我接手就三十几年。哦，你是二代，对，差不多三十四年，在这个巷子里面，在这个附近，大家早餐啊，或者是中午都可以。哎，还有的像七夕，我就卖比较多。七夕就是大家都拜油饭啊。哦，哎，红娘那个，哦，情人节，七夕拜油饭，不是大家现在不是都拿玫瑰花了？没有，那是送给女朋友，送女朋友，他们是拜神，拜神的油饭，所以下次不要拿油饭给女朋友。也可以啊，我刚刚请女朋友吃，只是把我的问号说出来了。对对对，那为什么你的油饭特别香？我们都是真材实料，我们的油一定要用。我们也是要用猪油去炸，我们要是现炸。哦，就赶紧不要丢。丢丢。恰巴，恰巴，好吃。恰巴它轻轻裹粉，把那个肉汁是锁在里面的，所以它的那个萝卜的汤的甜味都在跑到汤。真好，真好喝。谢谢你为我解说。油饭本身带一点油脂嘛，然后配了汤之后，真的解腻，刚好解腻，对对。所以齐军真的要认真玩游戏。我刚刚不认真吗？不是，应该是说精准，精准要找技巧，反正至少要第二名，第三名就没得吃。我知道，就咱们三个，还是说永远要当第二名，不要当第一名，因为第一名有时候抢的歌的风采，第二名就输了，这样子要认真玩。谢谢板娘的用心。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餐，我们接下来要继续我们的大步。谢谢你们肯定啊！不会的，真的肯定。加油姐，就真的好吃啊！真的好吃。那不要说访问的时候再来，平常也要来。好，当然。平常也要来，稍微支持一下。他们两个我不知道，但我一定要回来再尝一下这个味道。我收工我再回来行吗？都可以啊。
连蒜头都炒的好好吃哦，在里面。您是本娘，如果还有客人，你可以先去招呼一下，让你认真吃。你们慢慢吃。谢谢本娘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今天店能够飘香六十余年，都是有含的。含的很多，我有加地啊，我有加过这个东西。对，那是老香菜。听说你不吃香菜，对不对？不爱。你唯一不吃的就是香菜。香菜不是里面有，里面有。我已经被他们俩弄到快要不介意香菜了。太饿，对，太饿。你那个唾液已经分泌到可以用喝的。而且它油饭本来就有一点黏腻，嗯，糯米糯米，然后但是呢，它又可以让它粒粒分离，嗯，我觉得这很厉害。下次找来宾可不可以找一些就是游戏技巧不太好的，然后一些就是你要成长，我给你很多机会了，我们玩蛮久，刚好十分钟，我八分钟给你很多机会。哎，反正就常常也当做168啦。一路弄到晚上，是不是？啊，吃饱了哈，吃饱了。两位吃饱了，嗯，两位对，两位我知道，两位还不错。那吃饱有力气打工了？没有，没有力气打工。好的，好好好好，等一下好好干。我那一份搞不好要靠你，我等一下搞不好搬东西怎么还需要你帮忙？哎呀，头晕啊，头晕。没东西，拿书。只能闻香。怎么了？我现在只能放空。对，那个杰君好好休息一下。因为还没有进。这种话亏你还讲得出口。他非常的体贴。对对对对对。好几次我去他家，他都会自己亲自开车出来接我。对。哦，真的。嗯。一个公众人物。对不对？坐什么公车啊？还是要保护一下。然后一上车，他就说：“你知道我的车油费很贵吗？你知道我等很久了。”还要听个两句。对对对。我很好奇，吃饱饭你们要做些什么事？不是我们，你也要做，你也要啊。哇，我们不是以吃的食量来去决定你的工作量？对，不是这样吗？不，当然不是这样，是不是？真是亏了。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，跟着我们一起远离都市，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，赶快订阅。请问今晚住谁家频道？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